捞起来，在中左半边方向安打出现了。高升恩，内角低的位置，高升恩的挥棒速度追上了这个球速。高升恩其实今年在一军也有一些短暂还不错的表现。哦，中间方向右是安打，连续了两次安打，现在要拼本垒，最后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还是要讲的就是高升恩的速度，这个速度是快到曾经定位是一军专门带跑的，几率稍微低了一点。哇！不过这个球其实也有来到15公里哈。滚地球啊！哎呦，一垒手这拨了一下之后，反而让垒上的跑者可以去做推进。哇！哇！这一球又是安打了，哇！是不是手背处理失误？哇！真的，三垒这边回来，那一垒的跑者也回来得分呐、啊。这应该是有人有失误哦。这球打高了，看一下落点，这个距离应该没有机会。这一棒打得也蛮扎实的，但是落点。不理想，遭到接杀，三人出局。这半局攻下三分之后，目前台钢是先持得点，3-0。哇！这一棒来看落点，最后是安打要来拼二垒，没问题。哦，这球在右边进手套之后，来看一下二垒的吴瑞胜。停留在原地，反手接到之后，尤其这球传一垒，哇，漏掉了，就打在很深的地方。如果能够传准的话，或一垒手能够救得起来的话，应该会是一个出局，去制造打者不好的感觉。最后还是一个三振出局。这球被咬中了，安打出现，蓝成林。前面第一次是敲出内野安打，哦，再来一次，哇，其实很接近哎，这两次都很接近。严艺轩觉得有机会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接球点离身体远了一点点。哇，要挑战了，要直接挑战。接球点离身体远一点，就是你自己手要向后。如果第一时间碰。就是第一时间往地上碰的那一下是碰到跑者的身体的话，那就是直接出局。但因为你没有，如果没有摸垒的那个角度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难了、感觉改判的几率不高。最后还是回垒成功，这球跑了，哇，打高了，这球应该是。没什么问题，能够那个高球会出现了。哇，打在投手丘，哎，一个弹跳接到，再传一垒，抓到第三个出局数。春训练习的时候，就一垒手的站位，你也要让投手习惯。哦，这边出现安打了，严玉轩今天的第二次安打，哇，今天是2-2。这球是直接挥空，三振了孙医生，孙医生是连续吞了2K 哟。打高，在中左半边方向来看一下落点，左外手接杀。这变化球，哇，三游都没办法单下。哦，这球出棒直接踩二垒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哇，最后是保送，本场比赛的第一次
是坏球保送出现。这球跑了，传二垒，哇！哎呦，跑者这边还是快了一步，而且他刚好就定在那个垒包最边边的位置。只能说，裁判没有捡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哦，这一棒打在棒头了，所以飞的并不是说很远。哇，最后还是保送了。那打者又轮到今天状况非常火烫的严玉轩了，打第一个球安打出现，这次安打第二分也回来，两分打点。面对到蓝一轮，蓝一轮这一球打高了，看起来不太理想。哎，哇，这个跑了还蛮长的一段距离哦，有高度哦，但是距离比想象中近很多。嗯，这球跑了，哇，这个双盗垒原本是要来停在中间的 delay steal， 但是魏权传了一个太高了，看一下这球完全没有机会，因为这个双盗垒捕手都会传的低一点平一点，来到100克，偏低角度，这球接到再传来装 over run 三垒，这个没办法，这就感觉林钦杰应该是用超过30颗球了，哇，最后终于最后结束了这个半局，就是一个三振来解决对手。左边方向，这球安打出现了，这球在场内先踩垒包之后变成夹杀，哇，这里还好后面有人呢，这应该全部的人都全部的人都过来围捕了，好，所以这边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啊。刚刚这边是一垒手先自踩垒包之后啊，再来去做了一个夹杀，出手点位置应该蛮接近，这球在中间方向，来看一下，哇，选择要拼，但是没有拼到，哇，那这样子可能要拼三垒了。哦，阮成林今天两个三垒，两个外野的处理都没处理好。这球打高，来看一下，刚上来就有 case， 投得这么开啊！哦，这球传三垒出局了。这一次这个一三垒的双盗垒捕手反应就换了一种方式啊。这时候是看到，瞬间是看到说马雪他离垒过远的一个情况，因为先看二垒，但是做了一个假传啊。对，假传就看到三垒这边先出来了，就直接传。这个连续丢变化球，吸引不到打者的触棒。要保送之外，另外就是他在垒包上面给对手造成压迫，哇！但是这个球是遭到了三振，变化球曲球掉下来，高胜是没有反应的，找不到感觉的状态，扑下去，哇！没有拦截到，最后是走外角，是个坏球，保送。真的比较有把握的是速度，对啊，果然啊，148 high fastball 出现，让胡冠宇吞下今天的第二 K， 哇，再来一个直球三振，连续的两 K， 速球来了，哇，但是这边有准备，直接打成了在中右半边方向的安打。这次长打出现满垒的情况，要形成重伤害了。嗯，这一球在中间方向比较高，被掌握住。左边打穿了，
高胜恩今天的第二支安打。这一棒又是安打了。前面有提到严玉轩，其实选球是真的不错，上垒率蛮高的。那顺便也可以去为自己明年去设下一些目标。这球传二垒，再送一垒，这边一垒是 safe。心里的那个压力应该也会蛮大的。哦，这球打在二垒的管区，直接穿向一垒，抓到第三个出局数。风势已经从山雨欲来的感觉，这风已经开始吹逆风了。哇，三手第一时间肉身挡球，但这没办法。哇，最难接的高度位置，这真的没办法。他已经尽量想办法要挡了。这球来看一下，哎呦，最后的落点，哦，接杀，这个手感好，接杀，接杂之后要回去一垒，哇，哦，也保地，这个，今天手背很赞 哦。好，这球跑者往前走了，捞起来，在中右半边方向落地，安打出现了。哦，这球，哎呦，哎呦，这球是不是卡斗有些问题啊？哇，杨念祖跑到二垒，那全奥伟是回来得分的。这球打得很浅啊，你要去挡本垒这一分，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，因为你现在是10-0，不是1-0啊。这棒左边，左外手接应手套，那杨明主则是停留在二垒。好，这球在场内，野手自己处理就没有问题了。三人出局。打高了，小心这个球是会飘的哦，这球会飘哦，哎，这个哇。我觉得除了风势啦，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觉得裁判在讲的就是那个视线高度啊，那个亮度的感觉。哦，稍微高了一点。坏球。哇，三球三振，黄杰希动都没有动一下，就直接被 K 下场。正手中外，八旗只是顶替叶宝弟在右外。哦，这球接得漂亮，就要来看哦。哇，哇，没踩到。还有刚刚临时响啊，这球我们先看一下。哦，打穿了。今天大师兄第一次安打也出现。左边送二垒，再送一垒 ，double play。哦，这球二垒手转传够快啊。两人出局。满球数准，这一球哇！主审坚持到最后一刻，今天的第一角度不捡就是不捡的。不错，稍微漏了一下，所以林子成就来到了二垒。哇，最后是直接对决，嗯，就直接往中间去塞了，三振出局，一个直球挥棒落空，结束了这场比赛。其实我们恭喜台钢，是以10-1的一个分数击败了味全。